是上次一个肝硬化病人对吧？然后普外科说让他这个去做手术啊，就是这个病例。今天呢又收到他的核磁共振，明确是肝癌我们来看一下上次，就是这个男，47岁，普外科门诊对不对？然后是CT 屏少。这个 CT 屏少是11月2号，对吧？11月2号 CT 屏少是肝硬化，对吧？肝硬化我可以啊，而且是室代偿，对吧？是等于是室代偿期，对吧？但是没说这个。没说是有肝癌，这个是什么时候？对啊，11月2号，对吧？那么，昨天现在我在录制节目了，就今天，然后相对今天来就是昨天了。昨天传来这个，就是这个核磁共振，看到吧？对吧？然后是男。48岁，对吧？然后这个是什么日期啊？12月5号。上次刚才看一下，12月5号。对啊，这个是12月十，哦，对，这个是11月2号。然后他换了一家医院，然后是12月。对啊。12月5号，这个是核磁共振，而不是 CT。那么前面那个是 CT 屏扫，它临床诊断，这家医院的临床诊断是什么？就是也是肝硬化室代偿期，静脉高压，然后做一下。这个很奇怪，这个倒是我没想到，居然核磁共振增强做出来是。结果是重大的发现，就是肝癌，对吧？左右叶布满不规则异常信号灶，以肝左叶明显呈巨大肿块瓣外凸，边界不清，最大截面积16厘米，对不对？是厘米吧？对吧？然后他的结论就是。对啊，结论就是这个，弥漫性肝癌，对吧？看到吧，弥漫性肝癌，以左叶明显，实际上都是，而且半癌栓，对吧？这个，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现在看起来主要矛盾变成了肝癌，而且是肝癌是明显的这个，应该讲是扩散，虽然这里说是这个未见肿大淋巴结，但是像这么大的话，而且他也说是门静脉，对吧？半癌栓这种肯定是扩散，对吧？至少在肝外是扩散。然后问我，但是他是肝硬化室代偿，对吧？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呢，就是。肝癌无疑是有生命危险的，但是很可能它这个，就是从紧迫性来讲，很可能是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反而是很可能是第一位的直接的致死的原因，对吧？这怎么回事？人48岁为什么身体这么差呢？对吧？还比我年轻十几岁，为什么48岁？对不对？真奇怪。问我怎么办？我说这个甲胎蛋白，对吧？这是甲胎蛋白。甲胎蛋白那么高肝癌肯定是肝癌了。问我怎么办？问我怎么办？如果不排除，就是不考虑肝硬化不考虑肝硬化、门静脉高压这两种事，仅仅考虑肝癌的话。我是说的话，就以下我说的话是有前提的。什么前提呢？就是仅仅。考虑肝癌，肝癌，考虑肝癌，或者这里称叫
弥漫性啊，弥漫性肝癌，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我自己，如果我自己是这种病情的话，我立即切断，立即断绝与医院的一切联系，除了开镇痛药，开镇痛药的关系，除了开镇痛药的关系，这是我自己，对别人来讲呢，对别人来讲呢，我可以建议就是，可以就是那，手术除外，就是普外科跟普外科是没关系的啊，与普外科是没有关系的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化疗，化疗你是大化疗是大的概念你不要把化疗仅仅，实际上化疗包括了靶向。靶向药物治疗以及免疫治疗，对吧？都可以治疗免疫治疗，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甚至放疗也可以某种放疗放疗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要加一个前提，我要加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项目均在医保范围之内，不要去搞。现在呢，就是现在呢，靶向也好，免疫也好，医保内都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呢，不必切记，就是警惕对医保外的项目的就是医生推荐，就是医生的推荐推荐，这个叫做 buy 对吧？由医生来推荐。这个是非常需要警惕的，好吧？那么，不考虑，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是不考虑，就是肝硬化的情况下，不考虑这个肝硬化的情况，前提仅仅考虑肝癌，因为就是不考虑肝硬化实际上，肝硬化我认为是死亡的迫在眉睫的原因，实际上，所以你说的通俗一点，或者说粗鲁一点，说的粗鲁一点呢，就是。这个肝硬化就会要他命，这个癌根本没必要治疗，那么一有他说，这个中间人说了，就是说有医生建议肝移植肝移植，这个肝移植，你注意到这个肝移植，它已经转移了呀，这个门静脉癌栓呢？如果就不考虑门禁癌，说它16厘米，这一般来说都是转移的，都是肝外转移什么意思呢？就是肝移植也是得不偿失，得不偿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一场空肝移植呢，你像这种。比如说小肝癌，比如说这个小于3厘米，我倒是考虑可以肝移植，索性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你如果是有钱的话，那索性杀鸡用牛刀实际上就是。以大倍数的
兵力打歼灭战啊，有点这个意思，打歼灭战，这是打歼灭啊。但是你现在太大了，就转移了，这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包抄了啊，没有办法包抄了，对不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包抄了。我看就以这个就是以啊延长啊生存期为目标啊为目标，而不是以根治为目标好吧。如果搞得好的话，就是说是医保范围内的化疗，我估计啊生存期啊，就是不考虑肝硬化，这个肝硬化我估计就完了，不考虑肝硬化的情况啊情况下啊，我估计啊生存期那可以达到啊两年啊，可以达到两年。那么就是医保范围内的化疗啊，可以啊，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是肝硬化，实际上这个是也是理论上说吧，它这个肝硬化就很可能就是最后就死在于肝硬化上，好吧。